也是属于比较难一点，这是 double 手，左手要配右手，左手要配，这个最难就是这个东西啊。这个你们现在暂时不要，就是你看我这个右手啊，你右手主要配这个东西，这个咚咚咚叮咚。就是算是很难的东西啊。那你那右手一直是弹四个音的，那你开始练的时候你就用拽的嘛，右手也是一样的，用四个音的系统，但是我左手乖乖的用 stride 是，然后你如果说配你这个已经弹得很熟的，但是这个更丰富一点，因为左